要颁发下面一个奖项，下一个奖项呢，就是跟我们女生非常相关的，就是美妆保养类年度得主，得奖的是。恭喜少女人妻的粉红玩具！嗨，哦，今天很辣，老公 OK 吗 ？OK， 来左边。好，我们来现在一起拍张照，一二三。好，我们让粉红人妻来 solo 一下。好，来一二三 ，OK， 好。来，我们就把麦克风交给今天得奖有这个是应该是预料之内的吧？谢谢。嗯，感觉如何？我有点紧张到快要吐了。真的吗？你看起来不会啊。对啊，看起来很淡定哎。还是肚子最近有一些？没有哦，没有没有，不敢想，不敢想，你是粉红人气，但今天是走一个比较暗黑的路线，对不对？对，比较坏。嗯。你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风格。今天就是比较叛逆一点，老公不在家。哎，老公今天真的没有陪你来哈、哦？真的没有来，没有来，真的叫他去顾小孩。哦，真的是很好。那你有想过今天可以得到这个奖吗？其实完全没有想过，所以就很谢谢 Vogue， 谢谢 Containers， 谢谢我的经纪人 Amanda， 然后当然谢谢我家人，最重要的是就是一路上支持我的所有粉丝朋友们。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，然后因为是又身为一个全职妈妈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可以，就你们也可以。真的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励志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一个全职妈妈还可以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就是千万不要觉得结婚后就是黄脸婆。真的，你看她，真的，你看看她，你看她的腿好不好？你看看她。看他整个人那成像，我们三个站在一起，我才像是有三个小孩的人吧？不要这么说，小孩在身上，不要乱讲。我们要在这边非常的恭喜这位得主，恭喜，谢谢少女人气的粉红玩具，来，可以坐回去，小心哦，你的鞋子很高，慢慢走。哎，真的很辣哎，对，超辣。